在专辑制作中，很多歌手和制作人的完美配合都让人称赞，其他们私下的友谊也让人感动。最近著名音乐制作人 Big Sean Choe 和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艾德小娟的感人事件被讲述出来。具体说来，在 Big Sean Choe 的工作室里有一个象征性的纪念品，就是小娟的照片。据悉 Big Sean Choe 新工作室成立恰逢艾德 Oh My God 专辑的制作，对于制作人来说这是一个过渡时期，毕竟工作室刚成立，经济上还是比较拮据，便四处凑钱勉强建起了工作室。他们把每分钱都花在梦想上，那段时间确实很艰难，但随着 Oh My God 专辑的发行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。这张专辑的成功和随后的版税不仅减轻了 Big Sean Choe 的财务压力，而且证明了他和小娟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，他还还清了债务。为了纪念这一点，Big Sean Choe 在他的工作室里挂了一张小娟的照片，以纪念他们共同的成就，并激动表示这个工作室就是你的，这样的彼此成就真的让人感动。此外，制作人 Galdica 也分享了类似的事情。当一季的李志和柳珍参观他们的工作室时，因为 Wonderboard 的大获成功， Galdica 对一季和柳珍说，你为我建造了这个工作室，可见艺术家和制作人之间的共生关系。爱豆韩舍美儿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